有运动到吗？有。酒好喝吗？好喝。对。
回家，对，再运动一下。那大家喜欢杰哥的呢，记得追踪他的 IG。杰哥很少来，两年来一次，上一次来两年前，大概是多余了。希望之后可以多多邀请杰哥来我们节目。那想看杰哥拍什么节目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记得追踪杰哥 IG 哦。我是黑男，杰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床上呢，有没有很多必杀技可以加分？我有分30岁以上跟30岁以下。OK OK， 这个也是有30岁以上。30岁以下的女性呢，已经不着重于性。哦，真的吗？不是30如狼吗？40如虎。这个都是50坐地的稀土、啊。其实很多女生其实看重心理层面比较多，对，尤其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女性，或者是她事业有成的女性，她们有时候是需要对方的了解，因为有时候女生生理上可能因为压力嘛，工作压力会没办法性生活。是，他可能会有点冷感，对。那男生可不可以在这时候就是能就是多一点尊重，或者说知道女性她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没有这么想要的时候，她不要一直满脑的就是有没有兴趣？对对对。再来就是两个人要如何达到那种你要去找到那个女生的敏感地带，这个就是要去在床上，这就是要用心的去寻找。对，就是倾听女生内心的想法，例如在床上那方面的时候，听听女生她喜欢什么样的方式能就是带领她啊，就是在那方面是有快感的。这个东西也是要男生就是要跟女生聊，要做功课，要做功课，自己后面还是要做功课。对，不要猛烈的冲击就觉得女生是 happy， 有时候女生可能气到那个，有的女生只是。为了迎合你，给你，可是他其实不爽。哎，有的女的是也给你。那30岁以下，30岁以下，猛力冲击就是刺激。啊，刺激，好玩，新花样。新花样，女生就是喜欢那种。所以现不同地点，不同地点，不同玩具道具。这样。可是通常玩坏了之后，后面就冷了。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在一个正常的了解性这个方面，因为如果你把性的看得这么着重的话，我们跟动物不是没什么两样，跟禽兽没人一样。对，你把这个性的观念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，你会只想要跟你爱的人在那方面达到快乐，而不会想要多方面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当那个观念扭曲的时候，你却什么都想要去尝试。那后面就会就像很多东西，你那个认知错了，你就会经历很多不该属于的痛。老师讲性讲得非常有学问，很优雅。很优雅，很优雅，没有太。可以专门讲一个性方面的，告诉不同年龄层怎么去面对性这件事情，认真的去了解到对方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需求，才会达到床上。快乐女生之欢，对对，女生之欢，而不是很冲刺就会快乐。谢谢老师，今天学到非常多。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菲菲老师的呢？也可以讯息他的 IG 和他的粉专。那菲菲老师自己有很多新的分享，也会在他的抖音上面分享。老师，谢谢你来。谢谢。那大家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。我是黑男，我是菲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